这个赛制真的是太可怕了，但也是这种强强联手，最强的10位带领的组竞争，但是也是一切皆有可能，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次要靠他们编嘛，是纯靠他们编吗？没有老师。老师会只会去调整，但是大的方向。太可怕了，就还要他们自己编，每个学生有他自己的很独特的风格，就这个融合，而他们之前都是跳不一样的舞种的，都不知道该怎么编，所以有一个 AB 觉得这个领队的这个人很重要，他一定要起到这个主要去编排的这样的一个职位。